里面呢，它其实已经很贴心帮大家准备了一个短裤在里面了，所以呢已经可以帮大家平衡一下你的视觉，不要过黑。在里面自己的内着不要穿黑色，而且呢弹性度非常好，一样 SML 都可以穿。妞儿身高是161公分，150公分大概落地咯，所以呢你可能要踩一点点2到3公分的跟鞋。那这个颜色其实我很推荐，它是有点米灰色，它不是正宗的米色哦，正宗的米色再偏黄一点点。如果它是很硬的布料，可能你屁股啊或是大腿真的会胖一圈，挺挺的。但是既然要选，一定要选很飘逸很垂坠的布料，才可以做到修身感。黑色我觉得那种透感更美了，有点微性感，所以呢黑色比较不会有什么内着的问题。它的压褶也根根分明，摸起来呢我觉得它比一般的雪纺纱再更柔，所以呢我觉得黑色或者是米色都很好看。